这回啊，我给大家说段相声。你看看我们天津的这些观众都爱听你杜老师说相声啊。您客气，不单说得好，嘴皮子快，而且你学问大，知道的事情特别多。这话您说对了，我就是知道的事情不少。大学毕业有文化，您客气，知道的事情特别多，学问大。您这个先生是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嚯，熟读兵书，饱览战策，哦，三略六韬无所不知，抽彻盘桓，攻杀战守。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明阴阳小八卦，知其门小遁甲。嗯，根据您这点本事和您这点能耐，杜老师我可不是捧您。嗯，您虽然比不上诸葛亮，怎么样也能赶上屎个浪。哎，我有文化有知识，不过也有一样缺点不入我老李。哪点缺点呢？脑子没有我脑子聪明。这您可说错了。你笨，我的脑子比你快。你看，让我们的观众看一看，咱俩往这一站就知道我这个小老头比你聪明。没那个事儿，你往这一站就模样就看出来了。嗯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文绉绉，雅致彬彬，透着这么精，这个小老头聪明。你看看你，我怎么了？肥头大耳，多好啊！长着你看这俩腮帮子没有必要的肉。什么叫没必要的？一看你就笨，我脑子比你快。你说你脑子快，我考验考你，好吧？当着各位朋友们，我出一个最简单。最简单的智力测验，看看你脑子反应快不快。你随便出啊！哎，我脑子就是快。如果你要是脑子快的话，搭得上来说错了说对了的话啊，我请你喝啤酒。行，你看怎么样？可以。大家注意啊，我考的一个简单的智力测验，你随便说。比方说，就咱们这个在座的这些个观众，对这些观众，其中有一位赵先生哦，有位赵先生，我这是举例子 啊，有一位赵先生，这位赵先生啊，拿过一张纸。来，又拿过一个笔来，就在纸上随便写了这么几个字啊。这个时候过来四位老大爷，都六七十岁了，戴着老花眼镜，翻过来调过去，瞧了瞧，看了看，查了查，仔细的这么观察。这四位老大爷都估计呀，赵先生写的这张纸条啊，价值20000块钱。哦，对了，什么道理？哦啊，我知道了。这赵先生字儿写的好。哎呀，你这个脑子太慢了。赵先生名望大，你太不如我脑子快了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赵先生写的这张纸条啊，啊，是张支票。哎，支票。我您这都什么呀？我说你脑子没我脑子聪明。您的诓我这是。说个灯谜，猜个谜语，你脑子笨，你都猜不着。干嘛？说个灯谜。哦，你要跟我打个灯谜，猜个谜语，这您就不认识我。脑子得快，哎，啊！打灯谜都比别人打的可好，是吗？尤其是比你强，比我强。要是打灯谜，怎么样？咱俩要比起来，你好比做王奶奶碰见玉奶奶了。我是王奶奶碰见你的玉奶奶，哎，这句话怎么讲？您呐，还差一点哦，王跟玉我还差一点，行吗？要是打灯谜，你要跟我比呀，你好比做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。这怎么讲？你还差两点。这是两点，你不行吗？要打灯谜，你跟我比呀，怎么样？好比做王奶奶碰见汪奶奶了，这句话怎么讲啊？你还差三点。要是打灯谜猜谜语，你要跟我比呀，啊，你是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，这怎么讲？还差四点，这是四点。告诉你，那你也不行是吧？打灯谜你要跟我比，哎，好比做王奶奶，碰见马奶奶了。王奶奶碰见马奶奶了，马奶奶一拐弯，他又碰见冯奶奶了。哦，这王奶奶又碰见冯奶奶了，就是王奶奶碰见冯奶奶了。您太拐弯，您就直接说这王奶奶碰见冯奶奶怎么讲了？您那差着六点，还带一拐弯呢。哎呀，真强！哎，要说灯谜啊，你跟我比，你好比做王奶奶碰见王奶奶，你碰见王麻子了。这怎么讲？你差好多点了。什么叫好多点？我也数不过来了啊！行行，说灯谜这回不说那个太俗的，朋友们都听见过的啊。我说一个稍微有一点文化、动脑筋的。如果你猜上来，5块钱的奖品；猜不着，我给你5块。哎，要猜着的话呢，我再拿你5块。哎，礼拜里我10块钱没了，5块钱、哎、猜着赢，猜着输。行，我说7个字。里边藏着一个字、嗯、你要把藏着这个字猜着了，我就给你5块钱扣字拢印。你马上喝啤酒去。来了，小孩行了要
尿撒虽，就是撒尿、啊、这十个字里边扣着一个字，也就是藏着一个字，你把这个字能泄出来是个什么字，我当时给你五年七个字打一个字，哎，这我得研究研究研究。小孩醒了要撒虽，对，撒虽啊就是撒尿。嗯，这个小孩晚上啊睡觉跟谁睡呢，他得跟他妈睡啊、嗯、睡到半夜他要撒尿，他得喊他妈，妈我撒尿，他妈说撒尿等会儿我拔免，撒尿我拔免，猜着了，这是念拔，都得那么说呀，全得说拔免，没有这么说的，妈我撒尿等会儿我滴了免，不像话。我得问问这小孩多大，李先生，哎，您这小孩多大了？68，68呀、啊！小孩的姥爷，问他姥爷怎么了？问这小孩2周岁左右，2周岁左右，哎，这个字我猜着了，念什么？这字念拔。我说他不一定就能念拔，我说他念拔，不可能念拔。我说念拔，那我要说不念拔呢？你说不念拔啊？咱俩矫情一天也没用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俩表演一下，怎么个表演法？咱俩就好比那娘俩，小孩醒了要撒尿，咱俩就那娘俩。我去那小孩，我呢？你去。我妈，我去你妈，咱俩在这睡觉，嗯，半夜醒了，我喊撒尿，你说拔，你可就输了。我要说出那个拔字，我拔你，哎，我就输你5块钱，输了。我要不说那拔字呢，那就算你赢了。说睡就睡，哎，来脱衣服，铺被窝，钻被窝睡觉，脱衣服啊，立体艺术，穿着大褂怎么穿着秋衣啊？哎、啊，这立体艺术，哎、一打扇子，立体表演，象征性的，3分钟为限，一低头就跟眼睛对上、哎、就可以了。哎，就这样就睡觉，就带走睡觉了。哎，啊，咱睡觉了，睡觉，开始睡觉了。哎，嗯，可有一样啊，睡觉可是睡啊，我不是去你妈妈，嗯，我去你寡妇妈，干嘛还寡妇妈？我怕你爸爸是醉鬼，你管得着吗？咱们就是孤儿寡母，哎、就咱家俩，咱家俩睡觉、哎，睡觉有个规矩，什么规矩？睡觉的时候不许说话，老提起睡觉能说话，说话不是好人，不能说话不是好孩子。哎，睡觉啊，睡觉，睡觉，说睡就睡，哎、睡啊，对，嗯，睡觉啊，嗯，你睡着了吗？睡着了，睡着也不说话。为什么？你喊我不说话，你问我干嘛？应当的。哪位睡着了？问睡着了吗？像话吗？咱俩就睡觉。哦，睡觉。睡觉不就完了？睡觉。问什么劲儿呢？开始睡觉。对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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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来。你像话不像？往外吹我呀、啊、你！这有小孩，你精神点，睡那么死？我昨天晚上不打一宿牌了吗？打一宿牌像话？困了，我呀喊你得答应。哦，我得答应。说这么就得了，这么大，我就睡太死了。你这不疼啊？那个字儿、啊，来就开始，再开始。妈，你妈，你妈，你。咩咩咩咩咩咩，到羊圈来了，不这么答应吗？你呀、啊，得说把，说把字钱不就没了吗？怕输别来，这个有点矫情，太矫情就来，输了不来话，你真是不就5块钱吗？妈，哎，我撒尿哦，你要撒尿了啊？尿吧，尿吧，我上哪儿尿？往床上尿啊？褥子尿湿。明天我再晒呀、啊，今天晒不干。我拿火烤啊，烤着吧，我再做新的。你哪那么些废话？应当的，你得说把，说把钱不就没了吗？输别来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矫情啊？你看先知道有意思干嘛？再来怎么着？胖不溜秋那么着急，我告诉你，妈，哎，我撒尿，撒尿啊啊！给你尿盆，尿盆。你等会儿，对，这孩子多大？2周岁左右，2周岁他会做尿盆吗？小尿盆没听说，鉴定做的。你说把，说把钱没了，怕输别来，输跟你来。快先吃这么大个，这尿得高兴。接着来，真是个客气，来来来，嗯，妈，哎，我撒尿，撒尿啊，啊，下地尿去，下地尿，像话吗？怎么不像话？这孩子多大？2周岁，2周岁下地要摔死呢，摔死明天再养活。我说你怎么那么懒呢？你妈就是懒娘们，你妈懒娘们。你妈反正不就是说着快吗？你得跟人说把，说把钱不就没了吗？说别来，这怎么矫情？1块钱不值当，干嘛要不说呢？说的矫情吗？那是结子，是不是告诉你再来了？妈，哎，我撒尿，兔崽子刚尿完了，你怎么要尿啊？我说了你。